大家好，我是秋颖。最近游戏市场啊，做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进步。现在有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装置，就是 VR。VR 就是你戴上去，你可以360度这样看，然后看到每一个风景、每一个景象。如果玩游戏的话，就是可以身临其境，直接在游戏里面当中一样。今天我就买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版的一个 VR 装置，然后来用在我的 iPhone 上。那现在就打开它。你看，这个是这个是厚纸板做的那一种，所以我现在要把它组装起来才可以用。好，现在这边有写说明书。现在看我这边，你们应该会觉得我是白痴，带着一个这个鸟东西在干嘛这样子？这个就是要粘在这个两个旁边上面，在这边。那我实际来带来看好了。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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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すげえすげえ！このままだ。え、すげえ！え、めちゃいいね。これ这五款游戏，今天不可能一次说完，所以我要拍两次，有上集跟下集这样子。第一个是 VR Jump，VR Jump 就是可以在日本的一些场所，然后玩有点像自由落体那种感觉的那种一个 APP。第二个跟第三个，简单来看，那就是云霄飞车嘛。第四个是僵尸，第五个是最近刚研发出来的一款恋爱游戏这个样子，然后它有 VR 对应。僵尸跟恋爱游戏我就放在下集。好，那就是这个画面。然后我先选一个地方，先选扣北好了，就是日本神户。然后进来就是这个画面嘛，扣北 jump 设定好之后，我慢慢把它给放进去。带着这个，哇，すげえ！诶，马奇，这个很好哎。我换成像这样边走边录，感觉才是360度。那我现在来跳跳看。哦哦，好酷、哦！那我现在换另外一个地方好了，这次换奥皮纳瓦好了。好的，奥皮纳瓦。三、二、一，哇！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云霄飞车的这一个，那我把它点进去。啊，那么快就开始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哦，酷哎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哦，すげえ！すげえ！いいね、いいね。急转弯的，呜呜呜！
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